里。去给他一米，把我放在餐厅，你当服务员也是打死。服务员，点菜。来了。那个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欢迎吗？这我哪敢呀！欢迎，当然欢迎。衣服有点丑。嗯。听说你要订婚了。订婚？你不是要和林家的公子订婚了吗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是林家来商量订婚的日子。你喜欢他吗？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？哇，少爷，少爷，受刺激了，要不然咱们吃点东西，啊？吃鸡腿吧你！告诉你们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听我安排。你现在这个事情搞成这样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能不急吗？眼看云想想马上就要和林家结亲了，这他们要是一进来，这财产不是又多分一个人了？放屁！你格局就不能大一点吗？林家生意做那么大，两家联姻那是生意，生意，生意，生意。哦，你听懂了？哎呦，爸妈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又干嘛去？有点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跟那个姓林的那个小子，你别给我立个愣立个愣的，你下岗。是他喜欢我，又不是我喜欢他。哎，这样不是更好？让星辰嫁过去，这也算是一个生意啊。走了，小心点啊。那叶青会不会搞死我？Try to play it off, but you try too hard.